年代一定是向源。上两个问题想请教，第一个是陈时中部长在受访的时候说，跟双北都有来合作，那包含这个跟新北市的陈局长，还有台北的徐大成院长都有来，每天通电话，说每天都有通电话。想问院长，确实是这样合作密切吗？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想问说，市长的 IG 粉丝超过蔡总统，但是四叉猫抓包说里面好像很多阿拉伯人，说是网军。我先说明一下，因为徐大成院长没有告诉我他每天跟陈时中部长通电话，至少我没有跟陈时中部长每天通电话。其他的就不用回答了。我的脸书常常有阿拉伯联军的，嗯，然后一下一天可以少掉20000，一下又多多少，我从来不晓得在干什么。不过那些阿拉伯联军一定不是我的。